手总决赛助阵嘉宾曝光，薛之谦搭档华晨与汪峰将迎来影帝助阵。随着时间的推移，歌手马上迎来第十期的参赛表演，之后将会迎来歌手的总决赛阶段，每届的总决赛阶段都会有助阵歌手前来帮忙。据可靠消息透露，已经有三位选手确定了即将助阵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华晨宇、腾格尔和汪峰。这三位选手的助阵嘉宾是实力满满，绝对是一大看点。华晨宇与薛之谦在歌手开播之前就有消息宣称薛之谦将加盟本届歌手的竞演，也让众多网友期待不已。但是已经等到第十期了，也没见薛之谦露面。据说是因为薛之谦之前出现的事件，所导致没有办法参与录制。但是身为薛之谦的好友，华晨宇将会请来薛之谦前来助阵。薛之谦走的情感路线，华晨宇擅长的是高音领域，俩的人配合一定是看点十足，柔情与野兽。腾格尔与凤凰传奇，腾格尔草原歌手，拥有丰富的歌唱阅历，再加上凤凰传奇的大众风格，想想都是激情满满。很多观众都说凤凰传奇太通俗，很难登上高档类的节目，只能让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凤凰传奇的歌曲虽然不是被广大青年们所看好的，但其实具有非常趣事听的价值。他们的歌大气磅礴，潇洒不羁，听了过后有一种非常舒展的感觉，而且光听凤凰传奇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草原风格，再配上老将腾格尔，简直是绝配。最后是汪峰与影帝黄渤的搭档，黄渤的歌唱实力也是不俗的，黄渤之前就空降过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而且还在春晚上唱歌歌曲，据说黄渤小时候就进舞厅当驻唱。去表演，去赚钱，之前影帝黄渤还跟庾澄庆一起同台演唱过水手，演出完的效果甚至黄渤的表现还要优于庾澄庆。再加上歌手第一期中羽泉请来的就是影帝邓超，邓超惊艳的表现给羽泉加了不少分，这次汪峰请来黄渤作为搭档很有心机啊，这要是复制第一季的成果吗？目前只曝光了这三位歌手的助阵嘉宾，像结石姐等人的助阵嘉宾暂时还不知道，据说张韶涵将请来自己的好友蔡健雅前来帮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即将播出的第十季中，将会迎来最后的一名补位歌手郁可唯的加入。歌手这个节目彻底演完之后，将会由向往的生活前来接替。